呦，这个 driver 怎么开车？他有在开赛车吗？阿明，阿明，你醒醒！阿明，你 OK 吗？阿明，怎么你这边？阿明，阿明，没有你 OK 吗？阿明，阿明，你醒醒！阿明 ，Are you sure? I'm very sure. You don't believe you can check? 明，你 OK 吗？明，你醒醒！明，你醒醒！明，明，明啊！明，明，明，你醒醒！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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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明，明 ，Andy， 明啊 ，Yes， Can I see your ticket? Why?This girl has a ticket for your seat. No, this is my seat. My son bought a ticket for me. Okay, then show me your ticket then. Ticket, ah? Ticket with my son. Hey, Ming, ah, ticket, ticket. Ming, ticket, ah, 차표도 나요. Ming, Ming, Ming. Sorry, ah, my son just now, ah, accidentally took the three sleeping pills. And he cannot wake up. I'm so worried, you know. And hey, auntie, auntie. Very convenient, ah. Your son took three sleeping pills. Yes. Now cannot wake up. Yes. And now you don't have ticket. Yes.You think I love you, is it? You can see my son cannot wake up now. I'm so worried, you know. Auntie, you hear the bus sounding behind me? I know. Auntie, 你不要妨碍大家的时间，巴士要开心了 ，OK， 好不好？恭喜发财，万事如意，大地回春。哎，我们要回去过年，过年讲一下好听的，不要这样。你让给小妹妹坐好吗？哎，我儿子呢？ My son， 你不要，你不要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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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神经病哦，刚才他吞了三粒安眠药，我怕他有事情。阿妹，阿妹，你很不开心嘛？吃那么多安眠药？啊不不不，他很开心的，我只是叫他去 KL 吃团圆饭，他不小心就吃了安眠药。哎呦，阿妹啊，你醒醒啊，你不要吓我嘛！吃团圆饭他都不要，疯了。疯油，你的脸油啊！有什么东西你要安迪帮你的吗？你可以讲哦，安迪可能可以帮你，你说了啊，你可以行吗？什么事啊你啊？我烧了！哎，你醒了，你醒了！哎呀，你醒了就没事了哈！哎，哇，醒了，醒了，醒了！我烧了，我走了，我走了！哎，喂，你不要不要走哎！哎。喂，阿伯你喂，叔叔你 bus 不要坐 bus， 喂，哎 ，bus， 天亮了不问，啦。我上辈子哦，一定是做错事哦，这辈子会当你的儿子。其实我觉得你的脸红红的，只 match Chinese New Year 咯。你还在伤心啊？跟男人有关系嘞，我一眼就看出来了，男女之间哦，永远都是麻里麻烦的。我的妈的，还要我结婚啊，把麻里麻烦光明正大娶回家，然后请几十桌的亲朋戚友敲锣打鼓放鞭炮来见证。哎，我把麻烦娶回家了，恭喜我啊，给我红包啊！婚姻也是有很多 happy moment 哦，你看他牙齿长得歪歪，所以讲出来的话全部都歪歪的，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哼。
其实他有给过你快乐吗？有啊，他给过我很多快乐。听到没有？很多快乐，很多哦。久久见一次面嘛，快乐咯。没有啊，我们每天都有见面啊。嗯，一开始是这样的吗？哎，你嘴巴很坏了，就讲坏的东西咯。不要管他，其实我觉得很碎咯。他一定很关心你咯。有啊，他很关心我，也很疼我。他几岁啊？45。像你几岁？我18了。老牛吃嫩草。不好笑咯？好笑呢？这么多新的词汇你不可以用新的啊。像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咯。At least something 啊。他是我爸爸啦。等一下，爸爸说我哪里知道？你下次讲清楚点好不好？你一开始就讲，我一眼就看得出来。我还以为你一早就知道我跟我爸爸的问题。那你跟你爸爸的问题怎么样？每一年我要跟他一起吃团圆饭，他都说他没有时间。既然他没有时间，我就去 KL 找我妈妈陪我吃咯。烦不烦啊你？巴士坏了，天气这么热，你还叮叮当当。你厉害哦，你开 aircon 给我了，让巴士会走了你哈。讨厌这个巴士。你很喜欢吃你妈？报仇吗？她折磨了我30几年了，我还不报仇啊？你妈很关心你的嘛。特地带你去 KL 相亲哎！Okay, we're here already. 去。What if my mom she doesn't want to see me? 哎呦，你真的是记好笑一下的咯。是你妈，她不会这样的。是咯，快点去啊！嗯，谢谢。Take care。Go go， 去呀！去。那是不是他妈妈？应该是吧。不行了，你们自己去吃吧。你装不进去啊。OK。鞋子穿好了没有？穿好了。哎。好了。好了。好了没有？好了，走了。来，上车。来。Boyfriend。Sure, we just got here. So, let's go, pleas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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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马哥，快点啦！快快快，快点啦！我已经很快跑了，我穿高跟鞋了。这边。Come Singapore. Auntie, you are very brave. Coming here at last minute and hoping to get a seat on our flight. You see, sometimes you book no ticket, but you come here, magic of ticket. Sorry, Auntie, not on our airline. Not on Chinese New Year. But can you check for me? Any more ticket? Please. Any other time? Okay, I try, Auntie. Huh? Yeah, I have one ticket. Oh. First class ticket. Okay. Tomorrow morning. You want? Hey, tomorrow is too late, lah. She has to go back tonight. Hey. 人家说没有 ticket 就没有 ticket 啦。爹，你可以帮一下忙吗？这个小妹妹哦，她家里有很重要的事情啊，今天晚上一定要回到家的嘛。你可以把这个 ticket 哦让给她 ，please 啊，你就好心有好报帮忙她一下好吗？我也要回去过年啊，今天是除夕啊。像啦。这真的哦，兄弟，你要不要？你会讲华语啊？玩马来西亚吗？所以要不要？要让给我哈。一个条件，一张 first class 的机票，明天的怎么样 ？On， 可以，跟你换。马哥，我有 information 哦，我们现在身上没有钱了，你给什么人家？对哦。sorry 啊，我忘记我现在没有现金了，我回家再寄钱给你可以吗 ？Auntie Karen 啊，没关系了，我知道你们尽力了，谢谢你啊。你要去哪里？林弟，等一下，不要走，等一下。想个办法啊。我跟你换，马德，怎么了？这是我神经病啊！8000块嘞，我知道8000块，可是他没有回去过年，我心里很不安，我一定要帮他的哦。对不起啊，这张呢哦是头奖的票根哦，刚刚开的4273，我买一大两小是8000块波币哦。马币大概10000多块，你们不相信可以查一下啊！不要开玩笑啊！我没有开玩笑，是真的，你们查看看哦，8000块啊，一大两小8000块啊！我跟你换那个机票，马币10000多块、啊。要！谢谢你，安迪，谢谢你。你快点去吧啊，要不然我的心越来越痛啊！等一下好反悔的哦，你就回不去了哦。拜拜。拜。咸食无，就是咯。不是，你听我讲，其实咧，人除夕咧，最重要是可以跟家人吃饭。那吃什么呢？并不重要了，是不是啊？对啦。来啦，吃啦。